其实我觉得第七次入围，对，因为我昨天还在跟我经纪人聊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就是说，其实金曲奖带给我很多的动力，但也带给我很多遗憾。Enjoy this episode。我靠，有事吗？欢迎收听这一集的《哇靠，有事吗》，以及在 YouTube 上面收看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小茂，我是爆米花看电影的爆编，我是珊珊，欢迎准金曲歌王许富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谢谢这么的称呼。哎，真的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第一个来我们节目两次的来宾呢？我吗？对啊，真的哦。因为我们一个礼拜也才上架一个上下集，是。所以一个礼拜就是只请一位艺人。但因为你真的很啊。有趣，很喜欢跟你聊天，所以我们就又请你来了。太好了，我回头率了，太好了。真的，回头率好高哦，好喜欢你哦，怎么都没有办法去？本来很期待二月小巨蛋的是二月吗？对，二对，月，二月，然后变成五月，是不是五月？然后现在又还没有，阿妈今嘛想弄，你咋样嘞？气而且死！你知道最也尴更尬的细是什么吗？怎么了？就是你上次第一次来哇靠的时候，我们播出的当天，嘿。你下午脸书就宣布延期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而且那你那现在次该怎明么明就办？是为了来宣传演唱会的，对，下午就马上宣布延期，这是什么因为我们命一呢、播完，然后你就宣布延期，我整个傻眼，想说，嗯，刚刚那一集是在开玩笑吗？没有，刚刚原本录那一集就只是纯粹想要来做台语大考验，你们其他都是虚的啦、假的啦，都是 gay 啦。对啊，对，哇，这就是缘分啊！缘分，缘分，缘分。还好有这一集，我才有机会看到本人。你好，你好，鲍编，你好，你好，不要考我耶、台语，拜托。啊，不，你没台语对话者吗？好，我今麦来讲台语好啊。你烫，你烫，他完你全烫，不会，他是零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可以跟你讲英文，但是我或广东话，我没有办法台语。所以你们两位女生的闽南语都不太好吗？顾凯，嗨。你跟鲍编，你们各自用英文跟台语稍微对打一下。我英文真的很差哎、欸，我英文我刚瑞，刚你还，就用比较简单一点的英文跟我他刚刚还在跟我经纪人 conversation。说，我想要请英文家教，我想要把英文学好。你现在是要走去世界，就变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的感觉是吗？也没有没有，这只是想要单纯的，想要多学一个语言，把它学好这样而已，对。要不然每次出国出进海关出海关都跟我讲英文都快要爆炸了。海关他听都不跟会你讲呐，什么英文？比如说你是要来旅游还是什么，巴拉巴拉的一大堆啊什么的，那你们是几个人什么？然后我说啊好，然后说赶快用眼神呼救我的经纪人，呼眼叫神让或他赶。经纪人，他也没办法来救你啊，不是吗？像我们上有一次去印尼商演，然后结果那个海关是啊。印尼人他讲的英文又不是那么标准的英文，你知道吗？听不太对。懂。然后他一直要硬要用英文跟我对话，然后我本来英文就听就是听不他也懂只了。能用英文跟你对话啊。对，可是他又不标准，就是印尼英文，你知道那一种的。对，然后我只能用眼神求救，然后我经纪人从旁边过来，然后就跟他也是鸡同鸭讲这样子。我有个朋友，嗯。就王珍妮呀、啊，他超级会巴厘岛腔的英文呢、欸。好怎么烦！说？怎么说？我没跳，我学不来。但你说那个？就是印尼腔、巴厘岛他们同一国啊，就都有些什么什么我的就有点像的，新新加加坡坡人的腔，英文呐、对了，就有他们的特色啦。我觉得你很幸运哎、欸，啊，你在那个巴厘岛那边用眼神求救，然后经纪人还来救你，你们两个没有被抓走，我觉得很幸运哎、欸，因为过海关的时候应该旁边不能有人，除非是小 baby 呀、啊。可是那个，哎，我经纪人好像曾经真的有进去那个房间里面，吓死！为什么？他要钱啊，你没有钱给他啊，因为听说哦，那个国家是，要塞钱的，有心事，听说泰国也会，对，基本上都好像会这现样子，在不会，现在不会了哦。我有一次去巴厘岛，然后我朋友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，
被摩托车撞到，我们是受害者，可是那个机车骑士就当他自己是受害者，要跟我们索赔。那我们那时候是开着车嘛，就不理他，我们就开着车去医院要送我朋友去包扎，结果他们的人就跟来，然后在医院外面包围我们的车子，你就被碰瓷了呀。就是对，强龙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这样讲吗？啊，结果怎么办？好像后来有给他们一点钱。啊，徐富凯三级警戒都在家里干嘛？因为没有工作，突然间没有动力，然后就很行尸走肉这样子。然后那某一天就因为都一直叫外送嘛，叫到自己就觉得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再这样下去好像真的就会变废人，所以我就开始学煮菜。煮完菜之后就开始想说，嗯，那啊，一开始先整理家里大扫除，然后换了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家具，然后就要开始学煮菜。学煮菜完之后就想说，那家里应该有一些绿色的植物，看起来心情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开始就变园丁，就开始买一些花草回来放在家里，然后就这就是我的日常。你说学煮菜，你本来不会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完全不会进厨房的人，不进厨房的人。你不是跟你上的菜看起来是会的。我那个我煮的东西都是看手机学的，爱料理，就突然间喜欢了，很好玩欸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拿手菜是什么？好多哦，我现在可以办一桌哦。真假的？那你什么时候办一桌给我们吃，请我们吃？好什么啊？我最近煮，昨天前天煮了莲子排骨汤。我昨天煮山药排骨汤呀，哎、yeah! 欸我有看到。还有嘞，还有什么菜？还有什么菜啊？哦，还有竹笋，微蛋。竹笋微蛋？啊、对，不行啊，蒸蛋吗？你听鬼吗？慢呢、欸，也不是蒸蛋，它就是跟竹笋炒在一起的那种微啊微蛋啊，就是有竹笋有蛋这样子。竹笋是我们吃那个冷笋的那个竹笋，还是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贵竹笋？一丝一丝哦，那个就是我们吃的冷笋，然后切切丝这样子。我问你，破蒲子，你们破蒲子都怎么吃？破布子不是破破破剂，破破剂哦。对，我们有的时候就干煎呐、啊。那如果你想要有一点花样的话，就加豆腐跟蛋。然后把它压一压，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吃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会问这个，然后我会觉得有点跳题，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说，哎、欸，我怎么那个破布子分你？我说，哦，我破布子就拿来蒸鱼的嘛。然后他就说、啊，我们南部人才不这样吃。我说，啊，破布子不拿来蒸鱼是要干嘛？他说，破布子哦，我们南部人都是拿来炒蛋羹或者是炒豆皮。我说，啊、从来没听过呢。嗯因为那个、oh. 蒸鱼的破布子跟他讲的那一种煎蛋的破布子是不一样的哦、oh? 哦，是吗？不都是罐头吗？没有没有，蒸鱼的那个破布子是台语说用心耶，有一颗一颗，就像你讲的罐头，对，像罐头这样子的。但是那个蒸蛋的东西，它是把它煮完之后，然后把它压扁，变成一块有点像飞碟的东西。飞碟很像飞碟的东西，因为我外婆都会做那个东西啊，都会做这个破布子，然后它就是变得很硬，然后冰冷冻。那要去哪里买？因为我无法想象你讲的那个东西长什么样。我冰箱有，我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那硬硬的，对不对？赠送。好，我们下集的时候你拿给观众看。对，因为我因为要化冰了，所以我就一直内心想象的。就是因为人家就丢了一个连结给我，然后就说破布子炒生豆皮、嗯、因为我很喜欢吃生豆皮、嗯、然后我不觉得破布子味道又很好，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放在冰箱解冻，解了三天我到现在没煮、嗯、因为我内心有障碍，因为觉得不知道怎么煮。我跟你讲，它退冰之后啊，你要把它那个水分压掉哦。哦，那我在冰柜冷冻就好了。
好，如果要煮的话啦，你就要把它压，把水分压掉，要不然它会变很咸哦。因为我七月中我才煮这个东西而已，嗯、我还打电话刚煮完，对我还打电话回去给我姐，问她说她这个要怎么用，然后她就说你就去买那个类似中华豆腐，然后把跟它用蛋和在一起，然后把它压扁，它就变成一片这样子。飞碟、哦，我们试下。我们那你在家，你在家煮饭做菜没有工作这段期间，你有变胖吗？没、欸、没有，因为我一天只吃一餐啊。我一天只吃一餐。对啊。所以是什么时候吃？早中晚？什么时候吃？下午。我吃下午的，差不多四五。怎么可以只吃一餐？就是以前就这样，还是三级警戒才这样？三级警戒之后，从两餐变成一餐。你是刻意的，还是因为你睡到大概一两点才起床，然后开始煮饭，然后煮到三四点才吃饭？对，被发现了。不是，还是为了那个遥遥无期的演唱会在顾身材、啊？也没有啦，因为也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啦，所以。对啊，现在有新进度吗？他们说还要去。拿新的档期，但可能会到明年的吧，难讲。对，那你本来准备到什么程度啊？整个就已经准备可以上台了，就真的人可以上去了，歌也练完了，歌词也背完了，这样丢啊？还是说你现在唱一下，弥补一下？硬要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有些歌手，你叫他临时叫他清唱，他是不愿意。我是可以啦，哦，他可以，他可以。对啊，那就唱那个啊。上帝上高架，雨伞予你呀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哦，我以为你要唱新歌哎、欸，你这次是有新的作品对不对？八月一号刚推出新的，也是翻唱的歌，《爱情很稀微》。韩熙坡，韩熙坡啊，韩熙坡是跟一个妹妹，一个新人。为什么选你的新人吗？其实我要讲，我跟他合作的那个机缘蛮特别的，因为去年吧，我有去参加那个《爱之日常》这个演唱会音乐节，对音乐节、嗯，然后那时候刚好五月天的阿信。嗯，有在底下做官，就当就在听我们唱歌这样子。嗯，然后隔没差不多，就前几个月吧，我们公那个经纪人接到一个电话说，想要那个找我跟他们底下的新人合作，叫做林怡，就对林怡。然后我说好啊，而且又是做那个翻唱的，我觉得蛮特别，因为他们已经把歌选好了。是。对，然后就说爱讲爱情，不过说好啊，那就跟他们，就跟这个新人合作看看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哎，这个缘分好特别哦。就阿信来看我听我们唱歌，结果他觉得我的声音就是，而且是唱台语，他其实他很喜欢台语歌，嗯、对，然后他说啊，他觉得我的声音很温暖啊，然后很斯文这样子，所以跟这个妹妹配起来应该会蛮不错的，所以就找我合作了。所以女生是阿信他们公司的新人，对，他本来就是一个 cover 歌手，嗯，常常在 YouTube 都会有，他都会发表他的那个翻唱的歌曲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现在已经是阿信他们底下的新人。那你的十歌是不是要推出第二张啊？没啦，我以为这个是你十歌的第二张呢。不是啦。某吗？你不是有计划想要再出，要先做新歌啦。对，所以疫情这段期间也有在写歌啦。嗯，有在乖啊，还是因为被逼啊？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些事情啊。我说那有没有顺便健下身？哦，就是跳绳。哎、欸，棒式。哇，好厉害！你跳绳可以跳多少个？1000，哇！我觉得跳绳很难呢、欸。怎么跳绳跳1000很厉害呢、欸？不是啊，现在不是有一种跳绳，它是不用绳子的。对啊，假跳绳，它是跳空气，是两
对，两颗球这样子啊。那其实我觉得那个、啊、他这样子跳，其实就跟跳绳一样啊，而且有时候还不会被绳子绊倒。他那个长得非常的特别。对，两颗球，一个两个棒子，一个两颗球，对对对，那个很不错呢。我看网络上说，人家那个跳那个每天跳一千个，一个月会瘦很多呢。啊，那你有瘦吗？有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的整个身体会变结实。真的、哦？那你现在站起来，那个衣服拉起来看一下。你太为难他了，好逼人哦。我就没有啦，没有真的给他捞起来，你也撩起来，所以你真的有腹肌吗？很淡，很淡，很淡的线，很淡的线。因为你撩的技术非常的好，就刚好切在镜头边缘，所以大家还是看不到你的肉。还没那个三级警戒的时候，我体脂八哎、欸，啊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那时候量好八，是有在练的人吗？那时候很积极的在健身房运动。好啦，珊珊，你刚多没礼貌，还偷偷问人家是不是变胖？但你真的不是胖的耶，我没有胖啊。很多粉丝哦，应该也不是讲粉丝，有很多朋友就说奇怪，你是最近又变胖了什么？然后我就觉得很冤枉，我没有胖，因为我反而更瘦，是因为我的脸本来是比较有肉的。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会留言说，不要再吃了吧，那么胖。你最近是不是 又变胖了？你知道吗？你的身体应该配我的脸，我的身体可以配你的脸。你的身材很好哎、欸。没有。我已经站这一节，我没有办法翻起来。翻起来，换你，烦死了。翻起来，翻起来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听众朋友，你们要这一集要去 YouTube 看一下，因为真的很好笑。我一定会贴链接在我的。大家都站起来，然后把上衣掀起来，然后看一下到底谁肚子。然后四个人都是用腹肌、用腹部这一段在对着镜头这样，太闹，好闹。没有，你就稍微吃亏一点呐、啊。好，你是瘦的，你是瘦的，又可爱哦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我就尬一粒呢。哎，现在我就感动哎。哎啦，嘿啦，嘿啦！你告白呢？嘿呢？啊，我就告一例是我喜欢你吗？啊，那我爱你嘞！我就爱你了啊！哦靠，就这样子哦，哦好，啊、我就爱你嘞。OK， 你告白就这样子是？就这么简短，简短，听起来没有很浪漫，有很浪漫的版本吗？我刚刚讲那个是比较邱泽版的。嗯嗯，什么邱泽啦？因为他刚讲，我就想到他刚刚讲的时候，我就有想到《当男人恋爱时》那个口气会考。哦，你再讲一次，可爱，再讲一次。我就爱你，嘿。我就爱你啊。嗯，哦，对。那如果是那种浪漫版的嘞？浪漫版的、哦，哎，我真正就爱你耶。就比较无辜，比较无辜。你们要把我逼到哪个程度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刚刚你那一段啊，你的粉丝迷妹们其实可以把它剪下来，当成那个手机打铃或者是早晨的闹钟的声音。还是可以你来一个那个，就是跟妈妈说，因为你知道粉丝还是要把它弄成打铃。对于妈妈粉丝塞奶的我就爱你，太为难他，那就来。我就爱你，我吐了，有多尴尬？哎，那你说你的粉丝都是妈妈粉比较多，他们有写过情书给你吗？我收到卡片真的收的很多，嗯。卡片这个东西收的很多，然后其实里面都有他们的一些肺腑之言，比方说，好，就讲到比如说啊，小凯凯最近真的吃的比较好哈，脸比较肿一点之类的，妈妈的关心就对，这真的就是刚刚珊珊讲的啊。
但你知道多好笑？是那些东，那是卡片夹带着的那一些东西呢，又是吃的，就是你一打开，然后上面可能水果还是什么饼干之类的，上面就会有一张卡片，然后你就把它拿起来说：“台开，你看我最近可能就是吃的东西不要吃这么多。”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啊，你又给我那么多饼干跟零食，这个能不胖吗？”真的是妈妈的关爱，妈妈的关爱，但是又不要我胖。有一种，哦，我跟你讲，有一种饿叫做妈妈或奶奶觉得你饿。就是、对，我那时候在歌唱比赛的时候，每一个礼拜，哈、啊，最常会收到就是鸡汤，真的呢，好补哦，什么竹笋鸡汤啊、竹笋鸡汤啊、什么乌骨鸡汤之类的，大家都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保养你的喉咙跟身体。对，然后说啊，这是我套炸子哎哈，阿里也零块买呀呀哈，这些什么之类的。还有嘞，除了卡片之外，还有收过什么特别的信？如果讲到信的话，我是收过电话号码啦。哦，这个还好，这里面还好，很好吧？是他女儿的电话号码。不附照片吗？没有照片哦。这个是有一次我去宜兰做一个活动，嗯，商演，然后好像是什么小管节哦，就是那种修更啊，修更啊，套 Q 那种什么，就有一个妈妈，因为我们都会去台下跟一些长辈互动嘛，比如说握手或者送海报之类的，然后就有一个妈妈就拿手上就贴了一张纸条，从我手上这样子贴上去，然后就把我这样子握紧，然后我就想说好，我等一下上台再去看就好了，结果一上台一拿出来的时候，它上面就写说我是谁谁谁。我觉得我的女儿很适合你，以下是她的电话号码，如果 OK 的话，你再请你跟她联络。对，哦，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长辈缘比较好的人。对，因为我去，比如说这种事情不胜枚举，我像我去恒春哦，垦丁也去商演嘛，然后结果就有一个阿嬷，她好像已经六七十岁了吧，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为了舞台效果。我们会请那个台下的那个观众上来跟我们一起唱歌这样子，然后结果唱到一半的时候，那个阿妈就直接从我嘴巴亲下去，冲上台强吻你，我邀请他上台唱歌，哦哦哦，对，然后因为我想说他已经是跟我阿妈他们那时候岁数差不多，那其实我的动作是想要亲阿妈的脸颊，或者谢谢他跟我一起。然后结果他就转过来，他就这样子咻嘣听到了。那你当下怎么办？然后我就哦，就听到啊。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，因为我就看我那个手机那个粉丝专页的那个私讯，好像是他孙女还是他孙子传讯息给我，说他就写说。今天我阿妈很开心，谢谢你带给她一个很美好的夜晚。她孙女有时候都还会传讯息来，什么时候要来恒春垦丁啊？我阿妈很想你。哎、欸，你下次去恒春的时候通知他们一下，搞不好那个阿妈会盛装前来。哦，真的？因为在之后我有在去工作嘛。嗯，对。然后呢，她的孙女就有传讯息跟我说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最近阿妈身体微恙，本来今天要去看你的，所以她今天就没出门了，她觉得很可惜。啊，对，我永远记得那个阿妈长什么样子。好，希望阿妈身体平安。对，平安健康，大家都平安健康。好，聊一下金曲奖。金曲奖快来了，对，等下今晚心情安怎？对，在八月份哦，八月底。对啊，八月二十一号快到啦、啊！对，快到了。会紧张吗？其实现在蛮平常心的哎。虽然讲这种话，你们光配笑，那我可怜，哎呦，一点就紧张。但真的是已经到了七次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嗯，哇，好像每一年的那个例行公事都会有这一件事情。如果没有，你反而会觉得啊。怎么会没有？
会更难过。嗯，对。那其实我觉得第七次入围，对，因为我昨天还跟我经纪人聊这件事情啊，就是说，其实金曲奖带给我很多的动力，但也带给我很多遗憾。怎么说？遗憾是动力，就是你会每一年因为这样入围，然后你会一直想说，好，那我要做什么？我要端出什么样的菜，在我的下一张作品里头这样子，然后会逼自己去听很多的音乐，或者是去了解更多的音乐的东西这样子。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进步的一件事情。那只是说遗憾就是在这一段，哦，因为我出道也第十年了吧，那入围七次，其实身边很多朋友或者是一些长辈或者是一些贵人，他们陆陆续续都已经离开了，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到，也没有办法就是亲眼看到你在舞台上去讲领这个讲座这样子，所以给我的遗憾是蛮多的啦。对，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跟一个人要发生一段感情，然后很短暂，他就又消失了，然后始终没有办法结成婚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而且我觉得，每一次入围啊，都会有一件很玄的事情。嗯，就是我当天啊，都会梦到我外婆。嗯，每一次啊，你说入围的前一天，入围的前一天吗？对，因为我应该这么说，从我小时候到大，我经历的那种死别其实很少。那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外婆，因为她在我出道第一年她就离开这样子。对，那其实你有很多事情想要，想要跟她分享，然后也想要让她看到，就是你在这一路走过来的一些，比如说不管是喜怒哀乐的事情，都想要跟她分享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她对我来讲很重要啊，一直放在心里面。到我这几个月在写的一些音乐歌词什么的，都还是会以他为做发想这样子。所以外婆有保佑你？对啊，今年如果得奖的话应该是很特别的一年啦，因为除了你是用翻唱的专辑，然后当然跟因为碰到疫情史上第一次线上加上实体的颁奖，那你会不会有遗憾，就是说如果真的得奖，可是却是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小的金曲奖，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吧。这个疫情真的是打乱好多事情哦。我刚刚有稍微消失了一下，你们猜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怎么样？猫，我家的猫又要在那边大便，所以我去赶它。在哪里大便？我家有一只猫，它就是习惯性的在我家的门口一进门的地方大便。它不去猫砂大吗？对，然后呢，我每次只要看他一在门边开始在爬沙，在做这个动作，然后他就会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我就要算准那个 timing， 他准备要转身把便便拉出来的时候去吼他，他这时候就会夹着他的便便冲去猫砂盆。猫砂，对，所以我刚刚消失两次，因为第一次没有赶到。他就去了猫砂盆晃了一圈又回来，然后刚刚第二次他现在成功的去便便了，恭喜。不然我就是会在一个氛围中跟大家录完这一集没有味道的一集。而且猫的大便是最臭的啊，超臭啊，超臭的。你有养猫吗？以前我们家养过短暂的一段时间的猫，但是因为它把全部的家具什么都咬用坏啊，然后一气之下，我妈就说刚好有人也想养，然后就把它送给那一个人了。啊，不是弃养就好，不是弃养，不是弃养，对。好了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明天再继续跟凯凯聊天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，也麻烦在 YouTube 上面帮我们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追踪跟订阅我们，记得抖内哦。明天见，可以抖内哦，抖内。Enjoy this episode。哇靠，有事吗？